我拒绝了。现在的吉利灯呢，可以给汽车多。对呀，就是说，就是给我们汽车还就是干那个空气控的，就是干那个空气控的，加温控的。温度的。都是摸的，这就不累啊！现在我干起干得多，得注意点危机的。摸它太累了。摸都是摸的，来摸的。这个没吧，这个我没有，这个都没问题，这个我没有问题，这个。跟听听下歌。这边把个趴在趴的。固定固定了，嗯，那就是固定，固定腰，身上跟那的高，摆哪摆，摆这，哎，把这些摆着，嗯，那手那个一级在一级，在一级是吧？好，这个，那高，那不 OK， 嗯，走。等得起，等得起。哎，等得起，等得起，等得起。啊，快出发了！快出发！带好家伙！等得起。在那个空地方搞地方项目。你那，你那都可以。小老板，给他你去多需要吧，没有了。哎，等等呗。大家加了没关系的。我听了。熬着熬着熬着。但是这个路人他真不少。啊，好叔叔。那就是带了你过干的，他都是可包庇一个的。你会过吗？俺过你路都在呗。不会过，哎，手不灵活呢。啊，普通在呗。啊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啊？一定要把它这个槽跟这个轮一定要对直，这个可以上下调节，调到平，调平。这个跟这个是平的，这个跟这个是中心是直线的。这个不行。哦，装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平。装起来这两个是平的哦，这个里面的内槽跟这个轮子是中心的，中心的，这个上下可以调节。给他做钱多少？嗯。这个可以等用，你带不贴。安装的时候，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放平，
这个冰铁跟这个要平整哦，这个三峡可以调节的。还有这个轮子跟这个中心是中心的，这个轮子跟这个是中心的，哦，这里两个螺丝一上紧，里面一个扳手，外面一个扳手，上紧。见他就知道了。对对。哎呀，这声音大，厉害。笑都被你笑了，厉害厉害。朱朱生，朱生，朱生，对啊的。今天公司拿个李记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李记非常多晓得人，那要最买拿在碰，让最买都是拿奖。可以。就是要拿个本名的挂本，给力啊，家人啊。你这大那个时代的计划，刚好都是你。出力器是错的，嗯，后光面不足，这两个接触面后面的这个一定要高于前面的一点点，高于一点点，这零接触，后面的要高于前面一点点，零接触，嗯，中央跑道要对正，中央跑道对正，两个零接触，后面的高于前面一点点，而且。你说这个没看哦，这两个零接触，螺丝上紧以后，螺丝上紧以前一定要把它对准，中心对准，后面的这个接的这个要比前面的高一点点。这个那个问题，后面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那个哎，对对。机械两个尾架跟机身零接触，后面的一定要高于前面一点点，跑道一定要对正，跑道一定要对正。机器两个。继续打一个滚轮的吧，机器两个连接处一定要对准，中央这个推料杆的链条跑道一定要对准，后面的一定要高于前面一点点，是在忙吗？对不对？我叫干妈妈来上班的。啊，这里你看一下，那你给他说那钩子放下，哎，后面，后面顺便看一下齿轮，不怕吧？哎，不怕不怕不怕，我手在这里，注意我的手，嗯，不怕吧？哎，可以，怎么进不去吧？别呀，嗯，看进去，这里一定要进去哦，进到这里，然后这里齿轮哦，齿轮链条要挂在齿轮上面，这个他应该知道的。对，我先上。那叫你幸运啊！你发了两个。再来低头一点，就发现有窝子进来了。动静。看一个螺几多螺的，这是紧，这是紧，嗯，这是松哦。那个呢？你要说了左转右转，对时针转的逆时针。这个他们算了，这随便扭两下，这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。你看解说清楚，到时候一结束就是，结束了就是。这个对，这也有个对位的嘛。嗯。嗯，反正这越高越对。嗯。他那个就是接下来。接下来。
这个该是一公里啊，一公里可以过档，可以过档。嗯，可以过档。那你哪怕的那个，哪怕的去那个。你看调大调小，重了可以。我这是。这个重了。好，这个干这个也很聪明的，这个要一定要放到底，放在上面，放到底，然后再这个扣紧。这打字呢，打生产日期。哎，斑马鸡2023。对吗？如果需要斑马鸡的，请穿这里过。也就是，穿这里过。穿这里过。如果不需要斑马鸡的，可以直接在这里穿过。你还要怕吧？你要怕。两个人冲的吧？这个小幅度调节。嗯。小幅度调节。大队一把，我们就得带队。来一个。拿出来一个。注意这个，你也就是吧。他其实好多老爷子。你非常有啊，去敲，你要敲马屋的店的聘礼。他我在聘礼，你拿我红袄马的口，那个聘礼。红袄在红马的街上，这附近过。红袄给你。红袄红袄红马的要不要阿附近过？红袄马的可能阿弟阿弟都领过来。那这边的要了去不？然后你要吃那鱼，好像把它搞着出来，再吐那个。你现在到上下可以调节，这两个上下可以调节，这两个松了以后可以左右摆动。这是根据模，专利的。根据模的大小要下专利的。什么？三步就加力了。你这个鞋子背劲也挺紧。是啊。背住。现在就叫做这个鸭子一样，一坨 B 鸭子一样。嗯。J， 我跟着 J， 就是让我附近好吧。行行。对吧？对吧？是吗？好的。这边一根就旧一点，我手敲的是旧一点，旧一点一根要靠个都是鸭子一样，一直一样。
该两边要紧绷，这两边要紧绷，紧绷感有紧绷感，这里也有紧绷感，要有紧绷感，紧绷感。哦，该是木什么位？小幅度调节，小幅度调节。磨的小幅度调节是吧？啊，小幅度调节，里外小幅度调节。嗯，宽窄调节啊，东西的宽窄调节的。宽窄调节。宽窄是哪一宽窄的？产品，嗯，就指的是这个，就指的是自带气板，自带气板的调节大小，嗯，调大调小，宽窄。对，对，那到底第几个点？橡胶棍，橡胶棍的开合。开合，开一个开合，加个开合。正常做开穿模以后，这两个一定要关上去，关上。模穿进去以后，这两个一定要合上去。压花，拉子轮跟压花轮都要合上去。都要合上去，合上去。这个的，这个问题是，模穿进机器以后，要拉子轮跟压花轮都要合上去，合上去，这两只合上去，才能正常操作。啊，合。你看这个多半掉吧。喂，哎，有中文版显示零，英文版显示一哦。中文版咱们按中文版按零，中文版按零是吧？零哦，嗯。然后进入菜单哦，参数包括包装速度、包膜长度、切断位置，哦。好的，嗯。站到。咱们现在包装速度是50包，包膜长度是115毫米啊，切断位置是100，切断位置应该给我加了多几道油漆啥？不过电源啊，该是干中油。比如说咱们这个膜有色标的，嗯，哇，这个膜是有色标的啊，嗯，有色，咱们这个是有色标的膜。你看一下啊，这两个是绿光点，它走到这里，这里是白色的，这里有个绿光点，这里面有个绿光点，要色呢？绿光点，这里，好，一定要照在这白色的范围之内啊，这个可以左右调节的，左右可以调节，一定要调到这里，调到这条白色的边。调到这个无颜色的这个边里面，嗯，无颜色的边里面啊，咱们看一下啊，你看一下，等一下啊，你看一下啊，平时这个是显示绿灯的啊，显示绿灯，走到这个照射这个蓝光点，就是变成了红色灯啊，嗯，变成了红色灯，这个左右可以调节的，这个旋钮可以调节的，可以调节灵敏度啊，这个可以调整进，调节那个白天吗？调节是位置，可以调节位置的啊，调节位置的啊。哦，在文本里面，跟踪，像这种彩色的膜，咱们要跟踪啊，就按下一跟踪一啊一啊，跟踪一，咱们现在的跟踪方式是电缠切，咱们要按下零，把它改成跟踪切。跟踪切啊，然后再返回到这里参数里面，哦，像这样，咱们袋子如果切出来是这样的，等一下啊，这个要避火器，就这样的感觉，感觉的，我是给印度的挂来吧，你边沿货都过。
几斤的这个古木，你看我没看。看不好？比如说袋子是切成这样子，咱们的要求是切到这里是吧？他切到这里就要改动这个，切断位置，这是选择性啊，闪看哪里在闪烁。就说咱们改到100，看一下它切到哪里。它就是说，这里袋子如果是这样走，它如果这里到这里是100毫米的话，咱们加100毫米啊。然后这边100毫米，这个是确定。6个袋子以后看一下啊。我们就。哇，没这么多。直接放在那就能摸的，哇，没什么，那个飞天就是这个。非常好，谢谢。大哥，我没。大哥。如果这是一个没有色标的母，能够吧？如果这是没有一个色标的母，咱们一定要选择定三切。如果是没有这个色标的，没有这个色标的母，咱们一定要选择定三切。定三切在跟踪里面，跟踪里面一，咱们把跟踪改成定三，按下0啊，把它选择定三啊，定三切，定三，然后再返回。然后再返回范围的参数里面，咱们如果包装数的是50啊，比如说包膜，咱们现在是115啊，这里115，它切出来就是115啊。但是它这只能是用白色膜啊，八米左右，对，八米，十万八千呢。他们是那个，咋的？你把没好搞。把这个蛋呢，碎一下吧，今天不。用白膜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就没有跟踪，这个就没有用，只能是白色的膜，适合白色的膜。哦，它是随着咱们的包膜的长度而改变，就是说咱们想把它设定155，它就155，它不是根据跟踪，不是根据这个色标来切的。没有根据这个来切的，八米最够了，我那就非常清楚。这紧速度，这是正，不会，这是加速度，加速。这加速度刚，哎，就是，哎，这个。就是你看这里挪一下，就是这个升降来控制，这升降，这个，升降来控制啊。这样就是要降，先把螺丝松掉，这因为这里产生了堵，要把它降一点。你看一下，这样走过来是正常的，平稳的啊。就是降的太多了，它容易产生拉袋子，你看一下，这样袋子就会拉，这是说降的太多了啊，太多了，咱们把它往上升成不会拉袋子为正确。你注意这个啊，顺扭它是升，你看现在就不会拉袋子了啊。这样是正常的哦。如果再升的话，它产生堵的话，就是说升得太高了。等一下，这样就是升得太高了哦，升得太高了，要降一点哦。对吧？开完了。调好了以后，螺丝锁紧。螺丝锁紧，调好了以后，螺丝锁紧。哎，这个，
变慢，根据膜的厚薄哦，这是选择跟设定哦。你看，在闪烁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调节，这是减，哦，这是加哦。进一步的工作就是，这是控制刀。这后期多少？快点过去嘛。这只是控制刀的温度，这只是控制刀锋的温度，哦，控制这个的温度，哦，这个温度跟这个温度，哦，控制这个温度，这个字是控制这个的温度，控制这个、控制这个的温度，温度，哦，背锋的温度，哦，这个是控制背锋的温度，哦，这是中锋，中锋，它是控制这个的温度，哦。这个的温度，哦，刀锋，它是控制这两个边的温度，哦，对吧？嗯，调节嘛，调节过完了，调节过完了，过完了，你看到几个？这是调节重量的前后，高过跑吧，重量的前后，这是往前进，哦，哎，现在油量反应了，往前进了，调节物料推料物推的中。正确位置，调节物料位置。对对对，这有一点。对，酷吧？对的，酷吧？还有这个是个速度系带，速度系带。呀，最多的。啊，那你跟到三个我吧，服务员。来啊，地跑的，地跑的，这什么用？像这个东西切料就是说不准，走的不准，嗯，不是不准，是送料，送料，送料位置还没调好，嗯，送的太前，送的太前或者太后，需要调动这个，要调动面胶口，调动送料物，来调节，嗯，前后可以调节啊，哦，就是这个，嗯，这快都记得了，嗯，可以前进或者后退。对着你理想的位置啊，嗯，啊，没人了，把一个刀啊，刀两个一定要对死，谢谢你。刀一定要两个啊，对准，对准以后，对准以后，它的门路哪个指在这家这管嘛，这个里面移位啊，这两个齿牙啊，对一下。然后看一下这两个齿牙，这两个如果都是在中心线啊，中心线就是刀座没有移位，如果产生移位，如果产生移位，就在这里面调，或者这两个螺丝，以后电热管坏掉，电热管这些坏掉，电热偶、电热管坏掉都在这里面，那就轮子都把你，轮子你发现了，给的电了，这上刀的电热管坏掉，这叫电热偶啊。这叫电热管，感光探头啊，坏掉了后，它的连接性在这里啊，连接性就是啊，哪根拆掉就要换哪根啊，哎，这两个是电热偶，这两个是电热管，这两个螺丝，八个打，这两个螺丝是调节刀座移位用的，这两个记一下啊。重要点，这两个螺丝，把它松了以后，调节八个大的螺丝，调节刀座移位的，这两个啊，这两个螺丝，这两个松了以后，刀可以上下摆动，这两个螺丝一松，刀可以上下摆动，只要刀调整了以后，调好了以后，把这两个螺丝锁紧就可以了。嗯。这都是名字，李天伦第一个，第二个是邵伟业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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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到底气这边底气底气了吧，应该你注意到这边大鱼的在这么一上空，应该没有这么一个底气开始这边应该时间没安全了，这边哪有你的地震控制啊，在哪这买车就靠多，你知道吗？这买靠多加上了。嗯。这就知道了。跟他说老家地第一家能出去了，保庇了，加五个保庇加上做。放松，哎，你先，等你这个麻醉的时候，你看你的收益。